钓鱼车啊，车上随时随地都摆满了钓具，随时准备出发。你鞋子都有啊，钓鱼专用鞋。胖子什么时候搞一台来开开？台湾等台湾鱼多一点的话，就应该要搞一台。借口，一切都是借口。不用，现在你就有一台啦，我干嘛搞一台？你姐姐我压力。Oh, good. Oh, Chino. Okay. Smith. Yeah. 基钓专用的鱼饵钩。啊？香港钩啊？这一次，然后。这是路亚钩哎。对啊，这是路亚钩。这是路亚的，他们弄来。给我们 GAP 的其中一款专用的。哦，漂亮漂亮，后面有一个那个。然后对象鱼就是黑雕。我 GAP 这样子。好用哦，现在钓国八级也很不错啊。好了，好，后面阿给，后面阿给。Steve， 东哥现在跟那个 Korea Passport， 讨论那个杆子，新的杆子零八年跟吉利十三去相比。Are you sure？但比较起来的话，这支的那个平衡感跟整体的配重是比绝壁型的价位上也是差蛮多的。No. No.我这次来刚刚，现在里面有一个忠实的 Pure Fishing 的一个买家，买了将近十几万的台币。我们现在在等老板，我觉得这不错用的。它出现顺畅啊，这边可以放线的号数啊，放各种号数，随时要换线哦，都很方便。刚 miss 一只蛮大只的那个 Top Water， 然后。在台湾也钓不到，在韩国又钓不起来。陈浩拿包包回去算了，再钓不到我不回去。红白呀红白呀，红白呀红白呀。哎，你不要讲这样，我很怕嘞，机票很难订的。今天原本是要来钓鱼，结果变成帮人拍，帮人家拍节目，不得了。我们是被人家拍节目，太红也不好，没得钓鱼。是啊，没得快乐的钓鱼，不过也很快乐。好了，到了，都起来了。还行，不错不错不错，新的 GAP 不错。啊，怎么逆势挂被看到了？长的 GAP， 长的六寸，六寸，六寸，我要再用那一包。好。Charles， how are you doing？ play what？How many fishes did you caught? So many. Yeah, so many. I cannot count. Already? Oh, good. Good. What bait do you? How bait? Let me see. Yeah, Fogli Pop is very powerful. The most powerful. Cannot catch your bait. Cannot.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world. Okay, good. Yeah. And what rod do you use? This rod is developed by people Korea. Yeah. Fennec Nighthawk. Nighthawk. Yeah. This is for finesse style. Yeah. Good. This is really is Carnelia. Okay. Yeah. New cutting news. Yeah, 700 series. Yeah, right? That's right. Yes. Okay. Good. Yeah. We will launch
next year. Okay, good,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trip. Yeah, you too. Okay, bye bye. Bye bye. 근데 내가 지금 쓰는 니은 나도 여태까지 그 쓰는데 전혀 지장은 없거든요. 지금 근데 그런 애라가 지금 내가 하나를 AS 보냈다가 요번에 새로 왔고. 네, 여보세요. 네. Yes. Yes. 응? 하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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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안녕. 아까 세 이쁘다. 아, 아가씨 이쁘다. 아, 아가씨 이쁘다. 江西很漂亮。 江西很漂亮。 응? 응? 하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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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안녕. 아까 세 이쁘다. 아, 아가씨 이쁘다. 아가씨 이쁘다. 江西很漂亮。 江西很漂亮。 Thank you, Mr. King. Mr. King. Yeah.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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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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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至少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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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三
我们有双语的，请各位观众可以切换到英语。没错。대만 이렇게 진정으로 체크인 시간 있고 체크인 시간 있고 아버지 你看 没看，没想到学五分钟的人太好混啊！没错，猴子嘛，我们两个是不太适合，回去好好加强。乱讲，我抛的抛到是对接，好不好？这我马哥那拿的好尴尬哦，给点面子嘛。这把杆子真的很棒，台湾为什么？喂，台湾为什么不卖这把杆子？ 看不起台湾人，对不对？请问您导游，我们这里有没有请导游跟买一个？台湾这个的话，要有钱的话，可以跟我小料点心。怎么又跟我了？别闹了！这个零售价可能要一万块。这真的好，今天 casting spin 我都用这种。 Finwick什么杆？ Nine Hope，很热心的，很热心。台湾需要这些老板，应该要向那个Mr. King学习一下哦。每个都说不会，不会，不会，那当然卖不出去啊。 越来越远，good teacher， 康萨米达，热心哦，做生意还是要有热情，OK， thank you very much， 수고하셨습니다， OK， 车， thank you， 卡， Mr. Kim，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OK， see you next time， OK。 东哥，你喝酒醉了啊，东哥。
韩国人架不稳了，真的没有一天是醒的。我没有架不稳，每天吃完饭就要醉了。妈的，你有看过烧酒加啤酒，然后像那个深水炸弹一样，一杯一杯干的吗？不会，我不错啊，我没有思念之啊，对不对？没错，你很厉害，台湾代表队赢了。哦 ，You win， 你有放在眼里。OK， 我们去买泡面。7-11，哇，看这个，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哦，跟台湾一样，台湾，台湾，台湾。Oh, I love you, Korea. 你少来了，我今天早上发现一只发夹，哎，我在你的房间发现一只发夹，你怎么解释？我待会回去拍给人家看，你怎么解释那只发夹？还发现一根毛在你床上？没有，是发夹，我发现的。你不要讲我的事，我没有。你这样我今天跟 Charles 睡，我现在要离开饭店了。对啊，下一个行程跳雷雨了，两个醉鬼，怎么还是醉脸？我醒了，还是醉脸，只是眼睛有点肿而已啊。喝啤酒不好，操死，操死啦！台湾话叫操死啦，操死啦！喝输我两天，今天我都在修理他一天。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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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东哥昨天讲一句话很好笑啊，我说什么？掉什么鱼？住那么烂，死那么烂。我还真的第一次，妈的，是我住这么烂，气得要死。Cap， oh my cap， okay， where is your sunglass？ Sunglass in your car， my car， okay， let's go。我们现在是来韩国的第六天，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韩国一个最 number one 的一个钓雷鱼的达人。在店里面，他下午要带我们去钓雷鱼。从我们现在这个大田市往北开，大概要40分钟到1个小时。预计整个下午是钓雷鱼的行程，这是我们在这是韩国行的最后一个行程，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其实我们也很期待，这跟 Pro 一起钓鱼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享受，对，互相交流一下。还好没输。昨天3-0大胜。韩国队，大胜，对，没骗的，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行程，我们来到韩国 Snakehead 最顶尖的 Pro 的店了，很饿，也很想尿尿。全部他手工自己做的这个系列。就是朝鲜鱼，专卖，专卖，死掉雷鱼啊，死掉雷鱼，其他没卖。对，我刚才看到很多很棒的奖杯，你看，那是 KB 吗 ？Yes. So he also yeah, that's right. For best fish, yeah, we can. 他偶尔也钓。偶尔哦，偶尔还能得名啊，偶尔不练。哦，你看这条，这条才惊人呢、啊。你看这条，新的帮照吗 ？Is this Mr. Shin？ No， no， I think this is Japanese。No， Korean。Korean？ Are you sure？ Yeah。韩国人。新加坡那一样，哇，这个比我们的 OU 还大很多啊！这大蟒蛇，天哪！我不要多，我不贪心，我今天如果能钓这个 size， 我就满，完完全全满足。你这是谁给你的？好，江江，哇，三姐妹梦。啊，你好，哇，你好，你好，你好。Mr. Shin, okay. Louis Pham. Louis Pham. Yes. Louis Pham. Yes. Okay. This is Jeff. Jeff. Louis. Jeff.
Yeah, he is our best angler. Best angler. Yeah. Okay. Yeah, we wanted to experience the Korean snakehead. Snakehead. Yeah, first time. Oh. Yeah. Yeah. This afternoon, fishing together. 한국 처음 방문해가지고 이제 한국 시장 좀 알고 싶어가지고요. 아, 예, 예, 그래서 우리나라 최고의 그래도 가물치 전문가 아닙니까? 그래서 심플님 적극적으로 또 뭐 지금 대만에서도 가물치 스네이크에도 피싱 되나? 예, 하는데 라이가 작아요. 어, 라이요? 라이요? 아버지, 아들 그 사람 빠지신 대장에서 现在我们在准备钓具，是一个很标准的鱼米草，今天来拍那个试试看的，那个朝鲜鲤的威力。这个池子里面有超过一米，不过钓不钓得到，试试看才知道。我觉得它一定够，一定怎么样？对，他未来应该是来还有把握的地方。对，真的是一看就让人家尊重的那种那种体验。没错，现在做事前准备。不过现在太热，现在虽然已经三点多了，但太阳太大，雷鱼不怎么活动，所以我们先准备钓具，不要紧。我们今天就有一百的青蛙，觉得我们非常不错，非常的专业，感觉效果还很满意。糟糕，我带烂了，这鱼的这么大，不要让我们养太好。Yes, the best pro from.我应该有带到这个整个场的环境，有，从来没有在这种标准影片中才看得到雷鱼场刺雷蛙，这里很多哎，很多这种场，哇，好爽哦！就看到青蛙在那个水生植物上面这样，然后再停一下，再走一下，这里随时每一次的顿点都觉得好像有可能下面要爆了这种感觉。我刚刚那个 Snake Bro 讲说现在还太热了，对，他说差不多四点以后五点左右，所以就要练练干吧。在一个小时真的蛮厉害的，好，待会对镜头正中间的光，我听到砰一声，朝鲜里哈不大哈，我差不多也得差不多长个头台的。miss 一次断线一次掉一只 bus， 就是我本。我刚可以在八点那个了，很40分卡더라고。东哥很努力的在继续。哦，他们有的就餐馆也差不多。嗯。
青叶版的那个青木球啊，都在抛得到的范围内哦，自己有最后三十分钟。告别我们的 Snake Pro， 拜拜。这一次的旅程，拜拜。拜拜。有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在一起钓鱼，很爽很爽，爽到没有时间可以拍影片给大家看。很爽很爽，爽到没有时间可以拍影片给大家看，这是真的。都可以不拍，我也不拍，大家都不拍，对不对？没错，根本没有时间拍啊！你看我们现在落魄的样子，先看龙哥。好惨哦！好什么？就很爽啊！很爽，很爽。虽然只钓到一条，一人一条，不是很大，可是很开心，有爽到。没错，没错。我要自拍，你看我多惨啊！你看我也很狼狈啊！你看我，哇，没爽，没爽，真的很爽，不知道怎么形容。一级雷鱼场，真的是一级雷鱼场。像中像，山中山。啊！哦，我罢了，罢了！160，160，160，160，160，还是160，还是160。没问题。坚持，不坚持？看叉大秀！哎呦，啥米哦？哦，160，165，170，170。下面还有几番的170下啊，下一位估价，东哥，阿力哈森哟，175，175，那自己坐坐，冰冰，没有，他胆子小，还在踩，看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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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玩命关头 ，Taxi Three， 对呀、啊，我们两个像白痴，我爸爸出门钓鱼去，没什么了不起，我在美国被抓一次，在韩国被抓我也不稀奇，那我在马来西亚也被抓过。他们罚你啊，都罚驾驶啊，罚驾驶都不关我屁事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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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头文字 G， 马桶盖抛吧，那又追到一台车，但前面一台车没有。韩国人最不介意输的感觉，你知道吗？没错，因为我给他占个地就对啊。对啦，过八了，160，160，160，160，还是一百六，还是一百六。好笑啊，六！啊，晚上11点了，终于有晚餐可以吃了。我吃的不错，今天晚上这个晚餐，我之前来没事，最后一晚我都来这边吃。耶，什么菜啊？很新鲜。啊，你인천저찌개도니까인천저주안아그주안몽한시네와不看见吗？你差不多在5分钟的时候再拍，你会看到更多东西。这只是前菜而已。慢慢。나중에그만나주세요콜베예예감사합니다 Cheers. Yeah, thank you. So I'm so sorry. No, yeah,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rrangement. During your visit, your dinner always was so late. No problem. We are Iron Man. Iron Man. Okay, thank you. 康萨拉米达。等一下拍 Charles 喝酒醉给你们看哈。啊，等一下给我5分钟就好。我怕他要开200啊。他会啊。现在是1:04，看得到了。我们到现在才进来，东哥才刚洗完澡，累得快死了，不过收获真的是很多。没错，明天6点起床，回台湾。没错，感觉不错，非常。
非常非常好，鸡哥大人看到行程虽然很紧也很临时啊，起飞前一天才搞定机票。对，不过这次行程真的是不错。对，学习真的是学习到很多，不管是美语啦，还是说 bus。因为海外的钓游经验就是这样，其实成绩是其次啊，真的，你真的想要在一次的钓游中去缔造什么记录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千万不要藐视当地的日以继夜的这种努力。全世界的 pro， 全世界的钓鱼人都一样，我们这一次来跟两个职业钓鱼的 pro， 对，他们当地有 KB 赛，对，然后跟一个那个黑的 pro。对，我真的是，那在影片中大家可以看到，真的钓鱼是不简单的，非常的执着，真的要让人家称作 pro， 那真是要付出很多。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我们感觉得出来，他的确确是一个 pro， 真的是，对对对，无从置疑，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对，这的确是让人家很感动。不错，谢谢，加油。对对，没什么谢，以后还多的是机会出来钓鱼。活到老，钓到老，对，终极目标还达成，对啊，起码终极目标没得住凯越，我告诉你，红白呀嘛，红白搭帐篷，对啊，我短期目标我是真的希望我能有机会钓到一米的鲤鱼，其实今天有在咬，今天那个咬那东哥咬那几下很，因为那个场子太漂亮了，对，然后我也没有拍到，没办法，大家都很。希望能赶快让我们出现。我相信钓鱼人都是这样的。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的亮片被咬掉，在台湾钓那么久，钓了鱼虎，钓什么都钓，杆子都已经拖上去，咣滋。对啊，烟子全两杆动作都正确哦。对啊，我那只更好笑。嗯，有没有不知秒杀了之后，过了三秒钟哦，鱼跳起来在空中把吐饵，不知吐还给你呀、啊，好好笑，笑死了！它不跳起来，我不知道它多大啊。不过朝鲜鲤真的是不错，哇，真的很刺激，真的很刺激，真的很刺激。它跟鱼虎是不一样的感觉，鱼虎吃快，而且你就看它大老远就杀出来，看哪里吐水，把它丢哪里。对，那朝鲜鲤它感觉像是埋伏在底下，像潜水艇一样，就算它大、哦，对对对，它就起来，它可能就是探个头把这饵吸进去而已。嗯，哦，真的是。很特殊，真的没办法形容，没办法形容。对对对对 ，Reel 不错。对，这次的目的最主要是来试这个新的 Reel， 抛投性跟整个刹车力道，对，非常好。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未来更加进步的空间。Yeah. 对，没关系，大把机会。我的老话一句，大把机会，只要活着， yeah. 你有梦想，你永远勇于去做，永远都有机会。对对对对。好，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괜찮아요，下回见。我会主持节目了，番外篇 ，Part One Two， 哈哈 ，Fight Two One Action， 哈哈哈哈，搞笑片，我讲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我 VD 有很多很好笑的镜头，有 Fox 到，可是哦，有时候剪在网络上是。总是要顾及形象，你知道吗？对，所以说有些片段是你们看不到的，但真正好玩的其实是那些片段，比如说有被秒杀的啦，炒米粉的啦，全世界的高手都一样，不要跟我说都会抛啦，都会炒米粉啦，没错，没错，炒米粉还躲在后面偷解，还躲在后面解，还要闪镜头。其实我这次来比较讶异的是第二天，那 Mr. King 叫我去拍节目，对，我们临时变成拍节目了，我才很讶异。对，因为他在韩国很有公信力，他拍的什么袋子，只要剪辑好，送到电视台，他真的都会被播出，真的很棒。所以他随时他都把他的摄影机准备好，专业的摄影机。他们这个可能镜头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蛮尴尬，说是 Mr. King 跟 Mr. Lee 一直吵架的时候，就因为 camera 去淋到雨，那个雨应该是几滴而已吧？对，尊重，尊重，对，非常尊重的东西。对，没错。我原本一直以为我在台湾已经很努力了，我很努力，我事实我也很努力。可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跟他们比起来，还有空间，还有进步的空间。对啊，他们那一天我们去钓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出两部机器，两个人，对，一个人拿摄影机，另外一个拿很专业的照相机。
就像你们看到 JV 大赛一样，旁边有个记者随时跟着他，任你们任何一个动作他觉得很不错，他就是开连拍，啪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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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拍，真的很棒，那感觉真的很棒，真的觉得自己被尊重，像一个职业吊手，对他瞧得起你，他才这样子对你，真是哇，论镜头论镜头，所以这次有时候在影片里面我已经有时候是已经感动到不知道该怎么讲，你知道吗？哎，当然那个或许是一点点的小东西，小细节而已啊。可是那个东西，除非你自己过来感受惯了，我用网页啦，都用文字的，用照片的，用影像的，其实有些东西是没有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是是，不错不错，亲身体验，用心去交朋友，真的，我这次觉得这个真的这真的很重要。语言不通，可是到最后大家打成一片。他很期待我们下一次来吧，我们也很欢迎他有机会来找我们。虽然我们的环境不如他，吃到一半你跟他说来。对呀、啊，对呀、啊，他已经安排好船，他自己有两部车，送修没办法。对，下回他一定是带我们出海去钓的。快！台湾其实有这个环境，不是没有。对，有一个很重要，这个一定要讲，而且一定要播。我们这六天下来，不知道我那一部是几千公里，光开车。时速140-160这样在跑的，对，哇，很恐怖，很恐怖，真的很恐怖。主要开车速度，一天做个3-4个小时，超过基本是4个小时，基本4个小时。对，有时候更远，就只是为了移动钓点而已。哦，对，执着。对，然后每天我们就从早上天亮一直奋战到晚上8点以后才收工，真的是为了钓手，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晚才会回到抛抛抛，没有。我也要回去换点，换点钓到见不到太阳光为止。没错，通常大雨是这个时候出来的。没错，不放弃任何一点点的时间。对啊，对，影片都没看到，我昨天断一只杆子。哦，对，我很痛，我痛是那只鱼，不是那只杆，那只鱼很大，那只鱼真的很大，真的很大。那 Mr. King 说那边有大鱼，那就肯定有大鱼。没错，那像今天那个他们韩国的新加浪照，那真的是。新加坡照没有放在眼里啊！对，再告诉你们小秘密，那个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我带什么冰月卷烟器来？Stella， 回去看照片，我的 Stella 上面 Stella Shimano 全部用这个标签几号这样子，十几号掉到连老木是谁我都忘记了。今天已经十，现在时间已经19号了，因为已经过12点，2分钟，现在还有1分钟，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昨天有人掉到那个怎么形容啊？有一个很奇怪的字眼哦，是不是弥留？掉到弥留状态，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东哥昨天告诉我说，我昨天在说梦话，在说什么忘记了？什么什么什么掉到水里面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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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哇，真的是弥留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弥留状态。那个打呼的声音比那个747的那个飞机引擎启动还震惊。你讲到那个才好像是我打呼打到被我自己打吓起来。对呀、啊。吓死我了，我好怕、啊，怕到笑了。I'm sorry. 好了，不想说了，我要整理行李，我要睡觉，我明天还要非常的。对啊，刚刚原本预计1:10要睡着的，就1:17还在讲啊。都是为了你们啊，还老为了我们、啊。当然是为了大家，没有一定的执着不可能。是，没那么远，挑每次都挑战航空公司的极限，炮筒那么大根。好了，就这样子了。对啊，反正让自己卡到完嘛，对不对？然后会不会爆炸？砰！对啊，时间到了自动爆炸，大人都烂了。